炸鸡粉的时候要闭着眼睛享受啊。不好意思吧，可能不是真喜欢吧，不太陶醉吗？因为浪漫呀。不敢看吧，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。不然就斗鸡眼了呀。因为闭着眼睛更加能享受啊。把它想象成别人吗？比如说偶像。你睁着眼睛太尴尬了。为什么是享受？开心，好幸福啊。跟自己喜欢的人接吻不都很幸福吗？睁着眼睛多尴尬呀。你一般都闭眼睛吗？会偷看一下。我睁着眼睛的呀，我是接吻的时候。你睁着眼睛啊？为什么要睁着眼睛？看男朋友啊。睁开眼睛多尴尬呀。为什么要闭着眼睛？闭着眼睛可以想象彭于晏在亲我。可能有点尴尬吧，看到对方的脸。喜欢的人吗？为什么尴尬？就脸贴着脸，毛孔啊什么都看清了，可能有点尴尬。那看着的时候多尴尬呀。那为什么闭眼睛？还是因为尴尬？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好一点。因为不想看到对方。喜欢他吗？为什么不想跟对方呢？就可能是说由于惯性吧，我觉得是由于惯性。请关注妹纸有话说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